点一点，真心才能永远。爱你在每一天，这句话永不变。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gifts. Beautiful and very thoughtful. Love you guys. Dear friends, 我是 Coco. 感受到大家对我的爱跟支持，然后你们做我的后盾，我会加油。那这段时间呢，希望你们自己身体健康快乐。我非常想念大家，我在努力。想念你们，我也非常想念你们哦，爱你。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gifts. Beautiful and very thoughtful. Love you guys. 我天生我的左腿是有缺憾的。叫缺憾吗？缺陷，对，所以我其实左腿是没有力。那我在演唱会上，我跟大家分享了我的其中一个故事，就是我一直这么多年我都一直隐藏，就是我天生我的左腿是有缺憾的。叫缺憾吗？缺陷，对。所以我其实左腿是没有力，所以我所有的力是要放在一边，然后我每一步走的每一步路都会痛，所以大家走的一步对我来说都是有困难的 ，every day。那对我来说跳舞是更加是一个挑战 ，but 我小时候是有做过这个手术。然后可是没有把它弄好，所以我的童年的回忆呢，就是大概是一岁多两岁的是在医院，然后是自己一个人，然后就是非常想念，想回家，可是sorry， 所以我都很难说这个，就是因为我都会想到以前小时候，对，因为小时候有这个恐惧，就是做完手术之后我不会走路，所以我会害怕，我也害怕如果我在做这个手术的话呢，有可能会走不了路，有可能跳不到舞蹈，我有可能跳不到舞，所以我会暂时不想去做这个事情，所以 every day 我都是尽量去 live my life, do my best, 就算是一个挑战，就算是有困难的 ，but I try my best, 我去忍受它。看到你的舞蹈，好像你有花了很大的时间跟精神去弄你的舞蹈方面的事情，做这个比较 hip hop 一点的风格。我给你特别介绍一下，这位他骨子里他是 hip hop， 来，开始，用，你会叫 hip hop？ 一点点 ，a little。OK， 好，可以不要丢钱。好，就没有了，就这样子而已。不过真的很喜欢看你跳舞了，你跳舞真的是力与美，真的。谢谢。而且那个腰好厉害啊。哎，我有个新的可以教你啊。哦，来，要不要学？好，来，就新的要教。对，我对新舞步特别有兴趣。哎，这个是就是。哇塞！等。看着啊，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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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为什么要拜观音？不是你刚那个，你是中邪还是卡到音的？是不是？不错，差不多。那感觉是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是分开的。对，对，对。可是肚子要收进去。我是看你的 MV 好好练。很好啊。对 ，OK。当然，我们知道李玟的情歌是最让人家赞赏。谢谢。当然，她动感的歌曲也是让人家哈非常佩服的。那这一次这个专辑里面来讲，你的那首第九页，对，哎，我非常感兴趣啊。哎，它是讲一个怎么样一个伤心的一个爱情故事？第九页其实说到就是一个爱情的状态，那可能就是这个女生很矜啦，那这个情人是刚刚分手，或者就是有一阵子了，就是没有办法在一起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这个女生就是一直矜，觉得这无所谓，我没有你我也很快乐，可是一直矜到第九页。就受不了，就崩溃，对，然后就是很失落，然后呢，就是很想念那个男生，才懂得十天前的世界有多么的美好。哦，不要演了。你今天是第九页了吗？第九页就是现在这个心情。可是我演完了。对。可是我觉得你每次分手哦，好像天天都是第九页。两年哦，分手已经两年了，还是喝了酒就。两年了，人都会卡到音的，我是鬼打墙，走不出第九页，你知道我怎么办呢？后来我就开朗了，对不对？现在不会了吧？皈依佛门之后我就没事。哎，觉得女人是不是真的很喜欢拿分手当筹码？我觉得会，会哦，会有一点，会啊。对，为什么呢？其实 Coco， 因为你是在国外长大的，你的想法跟你接触的世界可能跟台湾的一些女生比较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那你都会这样想的话，你要不要告诉我们为什么女人为什么要拿分手来威胁我们男人？因为这个就是女人的本性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女人呢，就是其实她用分手来测验那个男的对她有多深情，就好像好吧，那你更这么不满意我的话，那就分吧。可是呢，当然我们女人想听的就是说不要，不要啦，对，还是我最爱你啦，好了，对不起啦，什么什么的，或者是不要啦，我一定会改的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可是没有男人从来都不会说这句的。因为那个讲下去很累，可能会说，但是永远不改。对对对对对。那Coco，你觉得你印象最深的一个分手的经验是？印象最深刻应该就是，其实，在电话上，我们两个是就是在两个不同的地方。然后呢，就是在讲电话的时候呢，有一些争执，然后之后呢，就好吧，那不要讲电话了。然后就我不打电话给他，他也不打电话给我，很久哦，就一直就这样子，就好，就算了。就算了，我以为相约坐飞机到一个国家碰面。没有没有，就是两个在不同的国家，然后就是讲长途电话的时候吵架，然后呢，其实为了一些很小的事情了。可是呢，就是我也很矜，他也很矜，我不打给他，他也不打电话给我，就这样就分了。然后呢，好几年之后看到他，他说：“哎，我之后就是两个礼拜之后打电话给你，可是一直找不到你。”我说：“哦，是吗？”他说：“对，他说为什么我们莫名其妙就分了？”我说：“哦，哦 ，well， too bad， too late。”对，事情已经过了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对啊，你放弃了，对不对？可我这么好的女生，那就只能怪你自己了。哎呦，谢谢。那我问你啊，你分手之后有没有后悔过？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，会肯定会有。